快。 这多少？5块。谢谢啊。这是你家小孩啊？你怎么不回家？没地方去。 你爹妈呢？你从哪儿跑出来的呢？孤儿院。你一个人跑出来，没人管你吗？那些人老凶了。今晚就在这儿凑合凑合吧。 真的受不了了，你就出去吧。好吧，好吧。 五块。